胡杏儿同老公李成德结婚七年，有三个可爱嘅仔仔，两公婆感情依然非常恩爱。今年系阿 Phil 情色奔五，近日杏儿邀请多位圈中好友出席 party， 齐齐为老公贺寿，包括苏永康、林盛斌、崔健邦等等，场面十分热闹。见到杏儿喺台上心情牵畅，阿 Phil 喺台下就听到甜入心，佢仲将手放喺心口向老婆示意收到，真系 sweet 到爆啊！不过当晚最抢镜嘅都系佢哋三个可爱嘅仔仔李奕婷、李奕林、李奕宏，三兄弟都焦晒头，打扮得有型有格，纯白色嘅恤衫、衬黑色西装加布呔，同爸爸阿 Phil 父子装衬到绝啦！佢哋一家五口合照留影，真系幸福美满，羡慕死隔离啊！祝阿 Phil 50岁生日快乐，健康平安，开开心心。